大家好，欢迎来到林姐说 AI。今天跟大家聊聊在2025年的夏天，科技圈最精彩的一场商战。这个商战的主角既不是手机，也不是大模型，它是真正的两家公司，大疆和饮食。长期以来哦，这两家公司都是在各自的领域各自称王，被称为深圳双雄。他们就像高手过招，点到即止，井水不犯河水。但是他们之间的这点默契，在今年7月最后的几天被打破了。一场突如其来的换家之战，让所有人都猝不及防。今天呢，林姐就用 AI 的方式来深度的解读一下，是什么让这两位王者不惜代价去闯入对方最核心的领域？这盘棋又将如何影响我们每一个影像的创作者？今天的深度解读的内容都是我和我的 AI 军团协同完成的。我的领航员 V32 版本作为我的内容策划的头脑，我的多个 AI 工具和 agent 作为手脚，帮我实现整个内容的落地搭建。PPT 的完成、图像的生成以及影视影音文件的生成，要理解这场战争的重量，我们首先要看清楚双方的江湖地位是怎么样的。首先是大疆，当我们谈论消费级无人机的时候，我们几乎就等同于在谈论大疆，它不是市场的参与者，而是行业标准的制定者。这个数据就是最直接的证明，大疆的无人机的份额常年稳定在70%以上，甚至在某些专业领域，这个数字要超过90%。而这背后呢，是它深不见底的技术的护城河。它从飞控、图传到云台影像，大疆是实现了恐怖的垂直整合的。它就像天空中的一座移动堡垒，坚不可摧。而在地面的另一个维度，全景影像世界，王者则是饮食的 Insta360，它凭借一己之力啊，几乎定义了现代全景相机的形态和玩法。在2023年，饮食在全球全景相机市场份额已经超过了67%，成为绝对的领导者。饮食与大疆的这个硬件肌肉的打法不同，饮食的核心竞争力更多的体现在它的软件算法上，比如说它标志性的 Flow Stay 的防抖技术，以及能够把复杂剪辑一键搞定的 AI 工具。饮食卖给用户的不仅是一个相机，更是卖给用户一套全新的创作流程。这种先拍摄后取景的方式，它革命性的解决了传统拍摄的痛点，它黏住了海量的创作者，创建了一个强大的内容社区生态。这个和平的表象，在2025年7月28日这一天被打破了。饮食率先出招，高调宣布要进入无人机市场，并且推出了它的子品牌影灵 Anti-Gravity。半个月后，公测的产品 A1 亮相，这步棋啊是走得很聪明的。饮食它是没有去硬刚大疆的专业航拍市场，它创造了一个新的品类，叫做会飞的全景相机。它把机身的重量严格控制在249克以下，去规避全球多数国家和地区的监管限制，并且它搭载了一个 8K 的全景摄像头，再配上这个 FPV 的一个体验的眼镜和体感的手柄。它的核心的卖点不是航拍的画质有多极致，而是给用户提供一种前所未有的第一人称的飞行体验，以及这个全景摄像头它所带来的一个无限后期的可能性和自由度。它的目标用户是饮食最熟悉的这些内容创作者，以及那些追求酷炫玩法的年轻人。
饮食的宣战书刚刚发出，大疆的反击就来了，而且是一种闪电般的速度。就在饮食官宣后仅仅三天时间，7月31日，大疆就毫无征兆地发布了旗下首款 8K 的全景相机 Osmo 360。这一招快、准、狠，直捣黄龙。在产品的定位上， Osmo 360全面对标饮食的旗舰 X 系列，甚至在 8K 50fps 这样的关键视频的规格上还实现了超越。这无疑是一次精准的外科手术式的打击，目标直指饮食最核心、最依赖的现金流业务。潜台词非常的明显，你敢动我的天空，我就要动你的根基。这场看似突然的战争，其实背后早已经埋下了导火索，双方共同面临的是增长的烦恼。我们先看饮食。饮食虽然它是全景市场的领导者，但是全景市场它的相对的市场规模还是一个比较小众的市场，它增长的天花板是肉眼可见的。从财报上看，饮食近两年的这个营收的增速正在放缓，它迫切的需要找到自己的第二增长曲线。而无人机市场规模是全景相机的好几倍，自然成为了最有吸引力的目标。我们再看大疆，无人机的市场虽然大，但是已经非常的成熟了。甚至外界批评它的产品迭代已经开始挤牙膏，缺乏颠覆式的创新。早在2016年的时候，大疆自己就判断无人机的市场趋于饱和，因此进入新的影像领域，讲出一个新的故事，对于大疆来说也同样的重要。当两个巨头都在自己的领域上感受到含义的时候，向对方的领地伸出手就成为一种必然。我们继续深度推演一下，这场商战它的核心看点是什么？我认为这是一场不对称的战争。大疆的王牌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技术壁垒，大疆强大的供应链的管理，顶级的硬件研发能力，海量的专利储备，这些都是它称霸天空十几年的基石。而饮食的优势在于它的软件生态，是它无形的生态玩法。饮食呢更懂年轻用户，更擅长通过软件和社区运营创造出新奇有趣的内容玩法，用软件去定义硬件的思路来吸引用户。所以问题的关键就变成了饮食能否用它最擅长的软件和社区生态去绕开甚至是消解大疆固若金汤的硬件壁垒呢？如果我把这场商战看作一盘棋，双方的策略就非常清晰了。饮食的上策呢是做大蛋糕，而不是抢蛋糕。它通过创造会飞的全景相机这个新品类，瞄准的是被大疆复杂操作去劝退的那些轻度玩家和内容的创作者，去降低使用的门槛，他试图去开辟一个全新的增量市场。而大疆的阳谋就是釜底抽薪的策略，他非常清楚饮食之所以敢进军无人机，底气就来自于全景的相机业务给他提供了稳定的现金流，所以大疆就迅速推出了这个全景相机 Osmo 360，就是要在家门口给饮食制造最大的压力，遏制其扩张的势头，同时呢还能顺势的补齐自己的产品线，一个向外扩张，一个对内施压，这盘棋走的是非常的精彩。当然任何一场商战都存在着变数，其中最大的两个是专利和地缘政治。在专利方面，饮食曾和 GoPro 有过交手的记录，并且成功应对，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但是面对专利储备深厚的大疆，未来在无人机和影像技术高度重合的领域，专利战的风险依然存在。而另一个更宏观的变数是地缘政治的影响。
大疆在美国市场持续面临巨大的政治压力和封杀的风险，这个不仅可能影响它的全球收入，更可能去牵扯它大量的精力和资源，从而间接的影响大疆和饮食的这场内战的投入程度和决心。说了这么多，我们来回答开始的问题：谁能赢得这场商战？是大疆还是饮食？我的判断是，短期内谁也赢不了，或者说双方都难以在对方的核心腹地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这场战争的本质是双方优劣势的互换。饮食的挑战在于，它必须用几年时间去补上大疆十几年来在硬件供应链上去积累的硬件课。而大疆的挑战则在于，它需要转变一定的软件思维，它必须放下身段去学习饮食那种更贴近用户的软件思维和社区玩法。所以，这场战争的真正胜负手就在于谁能更快地去弥补自己的短板。如果我们能跳出企业竞争的视角，那么这场战争的结局其实是确定的。那就是消费者的胜利。一家独大的市场往往会带来创新的惰性，而一个强大的挑战者，他会带来一个鲶鱼效应，将激活整个行业。可以预见啊，在未来的无人机和影像设备会出现更多的像会飞的全景相机这样的跨界创新，而大疆挤牙膏式的迭代将被迫终结。我们会用上更多功能更强、玩法更多，甚至价格更实惠的产品。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每个热爱影像的人都应该感谢这场战争的到来。那么，屏幕前的你是怎么看这场终局之战的呢？你认为是饮食的那种软件定义玩法的思路更能打动你，还是大疆的这种硬件技术实力的方式更让你信赖呢？你更看好谁的未来？请把你的观点打在评论区，我们一起探讨。感谢收看本期的《林姐说 AI 之 AI 商战》的栏目。如果这一期的内容对你有启发，别忘了点赞、关注并分享给更多的对科技、商业、AI 感兴趣的朋友。我们下期再见。